OK， 来到我们鸡巴旷野了。如果按照我的直觉的话，应该会在这边吧？哎、欸，卡住，它有些角度会卡到、欸，哎，这边没有 ，what the？ 哎、欸，这里，不会吧？该不会在这里？我就知道，哦、受不了，乱石旷野。然后我们要先从那个要从先去那地底通道，然后走进那个。再去黑暗森林。我记得刚刚好像这边有个什么级数哦，就是这个啊。It's locked. 再准备要去那个黑暗森林了。这让我想起有一本小说叫《黑暗》，那个三体小说哦，《黑暗森林法则》。报告老师，好恐怖哦！先把法师给干掉。法师障碍。哦，哎，哎，法师还在。哎，没有法师吗？哦，出来了，会吐闪电的怪物。哦，这个时候好像还不会有那种蓝色小恶魔的法师吧？这个时间点还不会出现，对，到黑暗森林那边才会出现吧？啊，神等个 ，OK， 点这个，我终于可以召唤四只了吧 ？OK， 多一只最好。我要许我，应该不会。哦，这个我可以用。快点！我要去那黑暗森林，东西太多。哇卡里酒！黑暗森林的出口在哪里啊？好吧，依照我直觉，应该是在左边吧。我的直觉应该蛮准的。哦 ，boss， 哎，我记得如果怪物被冰冻，然后被击碎，还会掉装备吗？有人可以帮我解惑一下吗？就是怪物如果被冰冻之后，然后被击碎，还会掉装备吗？哇、wow ！好吧，我想我的直觉应该有时候是蛮不准的啊。哦，这边没有出，这边不是黑暗森林，干嘛？哦，这边有怪。所以我原本是打算就是说，我记得等一下应该会遇到什么石头拳术吧，就是那个野兽，就是我原本打算就是说旧版的暗黑破坏神2，我要继续攻略其他职业，那我还是以这个重置版先为主好了。OK， 那石头拳术在哪里啊？我记得他会跑很快。我按懵懵。
干嘛？金人神殿，谢谢。石头圈树，你在哪里？哼！有些小怪跟以前一样，还是会卡住哎、欸。有些小怪啊，跟以前一样还是会卡住。啊，黑暗森林啊！我现在是在黑暗森林吧，我应该没，对吧？回家，我不要回家，我要找到那个石头，他叫石，之前那个叫石头全树，我不知道他这次改名会改成什么、欸。哎，啊，对，还在复活，复活杀小啊！大型符咒，是呀、啊。小兵升等比我还快。哦。升等。哎，我用兵。这样可以召唤几只啊？一样四只，然后点体力，特大咒符，以前叫什么护身符？加哎、欸，这加什么？看一下这加什么火焰伤害，然后这个、欸，来点抗性或加技能的吧。十二打击恢复，这个可以用。哦，打击恢复应该就是说，玩打怪会回血啊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那棵树在那棵鸡巴树在哪里啊？我记得我之前在旧版的时候嘛，通常是从那个黑暗森林，就是从那洞窟。哦，干尿是怎么回事？哦，怪物哦，小 boss 啊！我记得之前在旧版的时候，那个什么黑暗，就是从那个洞窟出来之后嘛，就马上遇到那个什么石头全树啊。然后结果这次怎么很早啊？来，再跟一遍。在这里吗？没有。哦。哦，找到了、啊！我记得以前是，对啊，以前是从那洞窟一出来，然后就直接找到了、啊。哦，这赶快来拍锤啊！哎，我的斧头大大快爆了，找到，就是他。他叫什么？哦，树头木拳。我记得以前叫什么石头拳术啊？耶、yeah, 打！这个匕首看一下，没什么用。盾牌，小型盾。哦，力量不够，好吧。他说这棵树闪耀着什么什么光，他这个任务的那挡在这边，所以他有些字根本就看不到。这点是优化上比较差的地方。他这边不是有任务提示吗？有时候会把他那对话挡住啊。
五只阔兵帅呆了。哎，首府是哦，看一下哦。看一下首府，这次会更，哎，这次比较好用。对，这次比较好用。好，耶、yeah, ，找到了黑暗平台，然后先去那个乱石矿，哎、欸，先去乱石矿野，然后先去他这个，啊哈，我们先来这边预备一下。然后在这边开个传送阵。然后回到罗格营地，哎，怎么有两个、啊？哦，对，刚刚好像有开到一个。然后找阿卡拉解开卷轴 ，OK。然后这卷轴点击，啊哈。然后照他那个顺序给他点一下，对，照他的顺序看一下哦。啊，我看一下，这个是最后一个，所以第一个是一个水滴，这个，然后第二个是什么？第二个是这个吧？还是我随便点也可以？然后这第三个、第四个，哦，好，先把药水放好。崔斯特姆，我记得以前不是五个字吗？然后先去救那个，先去救那什么凯恩。哎呦哎，哦有 boss， 好痛！凯恩在哪里？哦，在这边，凯恩，快滚！他跑吗？OK， 把这边清一清。哦，他是在闪的时候会给个、欸。好吧，有些优化的地方还是没有做的说很好啊。他那个文字在闪的时候吧，像这样在闪的时候，我会有点给个。哎，那只怪物，锤石特姆，快点丢他就对了。容易丢，他叫什么？格里斯瓦德，好像某个 M 那个好莱坞明星哦。丢爆你，丢，我丢，丢，过，靠背，他被冰冻，然后被打死之后就没不会掉装备哦。干，哎、欸，不给我好装备。我觉得应该不应该给他冰冻伤害吧？对啊，我觉得不要给他冰冻伤害比较好哎、欸。给他冰冻伤害，然后我一大堆一大堆装备都不会掉。来点这个，我记得这边会有一个尸体吧？那我记得这边哦，维特尸体，然后维特的腿。这是他的腿，我总觉得他这个好像是，这个是他的腿哦，原来他的腿是一个类似像一只吧，对不对？我还不知道哎、欸。以前在看的时候嘛，以前在旧版看的时候，感觉很像是他的腿骨，但是现在看过来嘛。现在这个维特的腿看过来嘛，就是那个海盗的那个义肢啊，对不对？海盗断腿啊，
所以这边，这边已经结束了，没有 boss 了吧？哦，我没有打到任何装备，很烦，心情非常的郁闷。好吧，把这边 boss 全部小怪啊清一清啊。OK， 结束吧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短工。这个短弓拿来用好了，反正不要再是什么冰冷伤害，导致我一大堆装备都破掉，都没打不到，都没掉装备。Yes， 好 ，OK， 好，回家。OK。在跟谁？在跟阿卡拉讲话。哦，他好像给我一个，他给我一个戒指而已啊。好吧，卖掉。这可以卖吗？不能卖。这个好，给你。嗯。放在这边，好，哎，这个可以共享吗？哦，这个维特的脚不能共享啊，好吧，那我们这次就先，哦，这些物品无法放进共用储存箱 ，OK， 然后它黑暗森林的也解锁了，好，那么我们这次就先到这边啊，那就我接下任务，好，这个任务结束。OK， 那就各位拜拜。